罗威，啊，我看啊，是那个有一个，我看走峡湾，峡湾对，对对对，峡湾是我们最有名的，就是峡湾一个那个轮船公司，嗯、第一次是那个轮船公司，嗯、他赞助那个叫什么 National Geography、啊、一个摄影比赛，我是评委，是吗？然后那个他不给工资，但是让你去玩一次那个，来说你来。来说你，你看那只黑拉布拉多马上就出来，来，哦，那是他的朋友，哦，他在这边他认识几个、嗯，你当心他把你的酒给碰倒了啊！不，哎呀，哎，这个也认识我，这个年轻，这个小，嗯、啊，你是北京本地人吗？我生在这个地方，生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人很少了，大概十万个里有一个吧，嗯，就没离开过这个地方。嗯，来说你，来说，来说，一会儿说他妈说你，说，嗯，旁边，我们等的。好可爱啊！不去，就有那只黑狗。嗯。对，还有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市政厅。对，哦，你去过吗？在奥斯陆。啊、你在奥斯陆啊？我是奥斯陆。哦，来。来。说你。不去，他们，人家讨厌你，不是让这个叔叔似的喜欢你。你们那边这种狗多啊？这种狗我有一次，可能在北方有。哦，对，我有一次去就是夏天，嗯，夏天他们就是表演这个那个雪橇，对，我冬天坐过雪橇啊，北方啊，就是那个船一直沿着峡湾走到最北，对，我走过两次，在加拿大和格陵兰、那边那个最北极的那些国家都有那样的。来，都有猫，对，猫是，对，但是我真喜欢狗，真喜欢狗，嗯。不去，说你人生最好的朋友啊！啊，对，来，嗯，来，我走了，不然他老想进去。来，走，拜拜，走，说你说。哎，走了，走，说，啊，没事，来，说，不去，真乖，